我们还没到呢，我们还有4个小时吧。谁呀？小凯，小凯，明天你几点到呀？朋友，上午11点多落地，去接他吗？告诉我们会在洱海边骑着电动车等他的。好呀，我们明天租辆直升机，然后你落地了，我们就往过去飞，然后差不多10分钟能到机场，然后接上你。坐直升机是什么？节目组租一辆直升机，让你享受最高贵的待遇。我开。浩然说他考了直升机驾照，说他想开，你愿意吗？不，你告诉他云南不能录了，咱俩回北京了。这太假了。跟他说我们来了女嘉宾女飞行，告诉他我们变成一个恋爱真人秀。小凯，下的旅行是你的深爱之旅。小凯立刻退票。哎，我们现在左边就是丽江，左边过去这山就是丽江。我们的保的目标已经保完了，对吧？保完了，准备开始蒸了啊！咱先保大理，蒸美里吧。保大理蒸北京，好啊。应该开了3个来小时，算是我人生中开车最长的一天。是吗？对，咱们这12小时车程，节目组不给咱们买个热搜，对不起咱。买个热搜。其实我一直没敢跟你说，我特别想尿尿，我就怕你路上故意颠我。看你在这坐立不安，就感觉到了。至少他曾经骗你。我就是怕你使坏，不跟你说。咋使坏呢？对吧？这平的路我也没法使坏，是吧？就比如说，吓我一跳！而且我现在渴死了，但是我不敢喝水。董子健，你也有今天。我们要赶紧把你送到服务区，让你去尿尿。医生连，我来了。I'm still alive。 换人了，浩然开车太生猛了。我听到大家对我车技的赞美。歇会儿吧，啊，不是要快到了。到大理了，到大理了，可以可以。哎，咱俩一天赶到了，超级厉害了，任务达成。咱俩这一天700公里有了吧？咱俩一人开了5个多小时，5、6个小时车。行了，还是年轻，证实自己年轻。